喝大水比喝小水要爽呀，小水真不行，真得大水。五级的牛可以冻的，五级的牛肉是好吃的，刚好升六，刚好升六，直接不追了。哇，这样还能打个闪，没必要吧？感觉现在打起来 BRG 就会崩，就这两个队名放在这，我总感觉会打就会崩。兵这个位置很好，能不能捡？九，这个位置很好。哇，闪现没推出来，被推走。这么好的位置，嗯，艾克还回头看上面呀、啊，感觉上面比较重要，真别看下面。导播，好，丢到再见，有闪，还是再见，丢到肯定死人。那儿大石头丢到减速很多的。六九这个位置巨好，跳下来。这会不会是最后一波团？我感觉很有可能。我直接不接 ，BLG 是懂的，让了大龙，可能只是亏条大龙。打起团来应该就是亏五个人头，也不是说你想怎么赢就能赢，感觉少输就是赢的开始。想秒一个肉装的纳尔，怎么赢呢？反正不是这么赢，肯定是不是开纳尔赢的。这一个都是别想走，直接 TP 后面，一个都别想走。太阳圆盘马上就消散了，树瑞玛帝国要崩塌了，药膏。哇，药膏的想法不错，跟当天的 Scout 一毛一样，但是没办法，乳乐还是你的乳乐。 Scout 在中路这个地方一模一样的操作， WEQ 骗你大招，然后想闪现推，但是侠也有闪呀。看来苏瑞玛的皇帝还是不想等太阳圆盘崩坏呀，在太阳圆盘崩坏之前自己主动上去。泪目了，泪目了，宁愿做错也不愿什么都不做。为什么能这样斩压呀？七点半钟，这 BO 五点的比赛七点半打完了 BO 五。哇，米线的大招大到三个，最近很少看到布隆能大三个了，我感觉这把又是六九赢了。哎呀，兵最难受的是比赛输了，对线也输了，主要是兵这把也打得很团队，他也想打得很团队，所以导致他线上的发育也不行。开斗吗？做个任务，行，那打一把吧，打一把再专线吧，没事，反正很快。4000多分，这么强，王者角斗士，好强的角斗士。2v2排的是真快，你别说，排的确实快。